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在等你们呢，有人吗？张大哥要唱歌了，这是唱歌的时间，这是唱张大哥唱歌的时间。谢谢你们这么迟，还愿意听我唱歌。哎，不好意思，这本歌书很久很久，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买了。林老师精心编选你最喜爱电子琴名曲111首，这边写《自由中国》第一本。最完整、真正电子琴名曲，副吉他和弦及弹奏法，哇，好歌！皇冠出版社看到吗？要不要看出版的年龄？出版日期给大家看一下。哦，他一系列很多，张大哥那时候学生时代是我哥哥买给我，还是我自己买，我也忘了。我二哥也是唱将来的，我二哥才是真正的唱将。我是比较差的那种，哎呀，都没有写出版日期哦，民国73年了，你看，民国73年，看到吗？哎呦，看不到吧？很难复刻。哦，相信我了，民国73年5月，皇冠印刷有限公司哦，台北市基隆路2段55号，港币20，台币契元呢，台币契元呢，这本书，好，哇，谢谢大家哦，出现。谢谢，我先跟大家啊，把抢头香的，好好好，抢头香，Coco，谢谢你抢头香，王艺文，谢谢你，林秋莲，谢谢你，哦，Coco，是的，你抢到头香，还有杨翠菊，谢谢你，谢谢你们几位了哈，已经很不错了。第一首是大家熟悉的歌曲，张大哥一定要震惊的唱，非常震惊的唱。杨翠菊，晚安。这首歌啊，献给你们这几位先上头香、二香、三香、四香、五香，还有的五只眼睛在看着我，多少人在看我不知道。我查一下，啊，对不起啊，我那天我查一下我的。哦，不错啊，现在有9个按赞，4条评论。好啦，请你们跟我分享出去。张大哥唱第一首诗歌，也不是诗歌。第一首流行歌曲，李香兰唱的《凉夜莺曲》，李，哎呦，不懂怎么念，李什么清的词？哎呦，李易清的词。梅花，哦，我以为是梅花，不对，不是那个，哎，糟糕，不是那个刘家昌的梅花。OK，这个我大概也会唱。梅花冰个高，比不得桃花娇艳。整天迎着那春风儿响，梅花冰个高。水洗一生水着，那春风儿飘。副歌不会唱，不好意思，搞错，以为那个梅花。哎呦，今天的歌曲好像都很糟糕，糟糕。OK。这首我应该可以，
再唱一段，思乡一段思乡情，唱一段长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骨律。抱一只老月亲，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琴音犹在，恰不见恨春的传奇，落山风。向海洋，感伤，回消失，接续你的休止符，再唱一段。山谣，再唱一段思乡情。我是不会唱这首歌的。哎呀，不准有没有版权呢、哇，鸡的歌，酒干倘卖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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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把我忘，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我说的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更能明白人生问题黑白真与假。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远处传来你那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边，让我再和你一起唱。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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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干倘卖无。
书类的，就干摊杯了。当年这首《大错车》在新加坡大卖，张大哥去看，很感动。那时候的剧情片哦，这一部戏孙越演的最好，真的很感动。唉，现在孙越大哥已经离开人间，我们说蒙主恩召，但是他在世的时候，哇，他把他对耶稣的爱完全的回馈给这个社会，真的不容易。孙越，一个伟大的演员，看到这些歌，我今天的歌好像都是比较，张大哥好像有点困难。可见哦，我其实也是离开那个时候，我们，哎呀，要讲不看网，你看我翻都没有一首歌我会唱，丢你，没有一首歌我会唱。哇，我这边还勾我会唱，但是我一看我都不敢唱。年轻的时候，哦，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出戏。哎呀，不好意思，不会唱。来，哎，这首歌好像很厉害，我会唱。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胸怀，会峰回路转，如此久长，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唉，不好意思，当年我都会唱，现在我不敢唱了，我年纪大了。哎呦，我今天哇，真的不行啊。哇，我当年会唱的歌，现在都不会唱哎，糟糕嘞！哦，我在夕阳下，我在夕阳下，默默我问浪花，浪花你从哪里来？是否你遇见了他？浪花不回答，莫非他笑我傻？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丢脸了。啊！不行啊，哎呦，糟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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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了，我要弥补一下，我就唱英文歌。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oad, the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Growing like a bridg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疼妈妈 ，Take me home，Country road，All my memory get around her，Mother lady，Stranger to blue water，Duck at darkness。Rendered on the sky, mystic moonshine, glowing like a bridg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哇，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件不幸的事，我唱歌唱到流汗，是因为我太过糟糕了。拿了一本歌书，这些书当年小时候都会唱，现在落到这种地步，真的对不起哦大家。你看我小时候都有画，你看我小时候都有著名这个著名那个，你看。现在我竟然不会唱呼唤是什么意思？咪啦嗦啦啦咪瑞咪，咪啦嗦啦。哇，这首歌，哇，这是都很难的歌。我当年，现在我真的很差了。现在我只会唱。我们俩挖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嘚儿呀呀浪又新，嘚儿呀呀没有情，就好像两条鳞从来不分离。啊，我俩一条心，我们俩挖着船儿彩虹林呀彩虹林，嘚儿呀呀浪又新，嘚儿呀呀没有亲，就好像两角鳞也有同日生。啊，我俩心相印，挖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湖水清呀照分明，就好像两角鳞。挖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角鳞。我们俩挖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嘚儿呀呀浪又轻，嘚儿呀呀没有心，就好像两角鳞从来不分离，我们一条心，就乱乱改歌词的。哎呀，你看我从前写的，我现在不会唱了，向往。老了，当大哥老了，原来当你老的时候，年纪轻的，当时的歌都很多可以唱。这首歌我录过唱片，当大哥录过唱片呢。拜访春天，我不会唱的话，我就要上断头台了。先跟大家打招呼先。好像没什么人要听了，今天唱的这么糟糕。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丝丝隆隆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你说我像诗意的雨天，轻轻飘上你的红颜。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今年我又来到你门前，你只是用柔柔乌黑轻轻地说声抱歉，这一个世界。
界没有春天。啊，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在台湾能够感受得到。夏天，冬天下雪就可以跑到鹤荒山去。天气冷，你可以到阳明山、阿里山、拉拉山、梨山，好多的山。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的时候，你来到高雄、台南。秋季的时候，你到许许多多的地方，日月潭的秋景，很多很美丽的地方。但是呢，最怕就是没有春天，对不对？哇，今晚唱歌很失败，我看我都不敢转到那个YouTube。张大哥，大概这个节目已经要像中国像香港一样，没有一国两制了。大概张大哥清唱时间不敢再唱下去，因为你们也不耐烦了。你看这种歌我也不会唱，沈彼得词曲，刘文正唱词道，哆哆哆瑞咪咪。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他温柔又可爱。她美丽又大方，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她，你会了解我的，你会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诚，不能分享，哦，对你说声抱歉。这叫三角恋爱，你爱他，他爱别人。这首我会唱，肯定会唱，也是很激昂的。哎呀，我已经唱了多久？等一下，我今天好丢脸。大家不要介意，我今天的我们张大哥清唱时间说说唱唱，哇，赶紧。所以我的目的是广甘谦，不是你们听我唱歌啊，先讲先。哇，不好意思，竟然有26位网友看我丢脸。哇，还有10条评论，谢谢你们啊，你们说好听啊，姑姑，哇，真的不敢当啊。你没有晕倒，你们没有中风吐血啊？有吗？有吗？没有啊，已经不在了，大概是离开了，都不敢听了。好了，我就好好的唱完这一首，希望我能够好好唱完。听说你将远渡重洋，到国外开船进修前途，送你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代表我的叮咛和祝福。今后无论你将在何处，别忘了这把故乡的泥土，除了对我理想的思念，请坚守这块深深的国土。这把泥土，这把泥土春，这把泥土，这把泥土春雷打过，野火烧过，杜鹃花层层飘落过。这把泥土，这把泥土祖先耕过，敌人踏遍你我曾经，你我曾牵手走过。哎呦，
哎呀，当年我唱这些歌是很简单的，现在哦，真的丢脸丢到，哎呦，今天整个当大哥唱歌时间变成当大哥丢脸时间。我翻了这些歌书才知道，这些歌曲我年轻的时候都唱得很好，现在我完全不行了。哎呀，我真的是老爷车，这老爷车怎么唱的不懂？温情满人间，哦，这个翁倩玉的歌。哦，让我轻轻地敲你心房，问这感情是真是假，不管多少甜言蜜语，不如一丝真情真意。哦，让我静静地贴你心房，听你弹出你的味道，不要听那花腔怪调，只想知道温情多少我祈祷。人间有温情，人间温情多么伟大，怕是那古书发了芽，冰雪也会被它融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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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温情多伟大啊！总算唱的比较像样的一首，总算唱了一首，我就看到明祥你来，因为你来，我就唱最后一首。燕子啊，听我唱歌。哎呦呦呦呦，不好不好不好，不行不行不行，我今天很多歌都不会唱哎。啊，好，明祥你来了，来听歌了，我就唱这首一个。蜗牛与黄鹂鸟，阿门阿谦一棵葡，阿门阿谦一棵葡萄树，阿门阿门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阿树阿桑两只黄鹂鸟，阿西。哈嘻哈哈在笑他，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现在爬上来干什么？阿黄阿黄，你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大家原谅我，那些民歌我是比较厉害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还讲我厉害，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像红太阳，他那活泼同，他那活泼同，他那活泼动人的蕊蕊蕊蕊蕊蕊，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我愿抛弃了财产，跟他去牧羊，每天看着粉红的，每天看着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我愿他唱西西，我咪嗦啦嗦咪，我愿他唱西西，瑞咪瑞，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咕哩干咕哩干，你叫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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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晚我真的很糟，我今晚真的很，这首歌我假如再唱错我就不是人了，大家听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一同迟迟归。谁言春潮汐，报得三春归。你们还有人谁呀、啊？给我加油打气 ，Day Su， 还放三一气球，你的安慰我真的很感激。张小康在看直播，跟你招招手。Day Su 跟你李伟如跟你招招手，这不是平，这不是韩国瑜的直播哦，政论节目的直播是张大哥清唱时间，不好意思。清唱哦，没有音乐，张大哥没有办法弹音乐，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清唱，清唱。假如旋律他们认为是有版权的话，他们还是会找我。哇，其实很多歌很好听的，雪人不。雪人，说说说你，雪人怎么不见了？雪人怎么不见了？雪人只有手，他没有脚，他呀，怎么不见了？去年，怎么忘记光？啊！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Be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你们说我很厉害啊，很厉害丢脸是吧？唱错歌，今天晚上根本没有一首歌唱得好，还什么 superstar， 我看了我都怕。哎呀，我真的，哇，这些歌哦，玫瑰玫瑰我爱你，都爱你，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什么不好意思，听到的声音有点小，当然啦，因为我没有用耳机嘛，我没有用耳机，我没有用耳机，当然声音小。所以今天唱不好不要紧，不会播出来。我没有用耳机，所以张大哥清唱时间第三场宣布结束。下次我好好的准备，这一个不可以播出来了。哦，你们啊，厉害啊厉害啊！张大哥为什么没有放出来啊？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啊，哎呀，厉害呀！大哥，为什么没有放出来啊？不放电？为什么你们现在才跟我讲？为什么许明祥这么注意啊？其他的人都静静没有说，我没有放耳机啦。我不可以找借口说我之所以这样，所以我唱的不好，真的是今天晚上这个第三集的歌数。我真的里面，我刚才看名字的时候还好嘞，啊！我当年都会唱啦、啊，什么《梦萦旧梦》《燕子》《杏花溪之念》，哦，《在水一方》啊，《在水一方》至少我唱得好啊，不唱了，已经哇，没有，已经花了多少时间了？哎呀，不好意思了，真的不好意思哦，已经30多分钟了，啊，好了，跟你们有一个互动的时间了、啊。
哦，大家不要介意哦，不要介意，跟你们宝宝干净哦，哦，严经理，你刚刚才来看直播，因为刚才前面的那一大整段我没有戴耳机，我一直在那边唱歌，大家没有说什么，结果许明祥网友跟我讲，声音好像小了一点，所以我才发现我的耳机原来放在旁边，根本没有戴上来，很好笑哦。你看我们如果在直播，哇，政论节目直播，我这样的话我就丢脸。今晚的政论节目直播好像蛮成功的，哦，蛮多人看，所以谢谢大家了。张大哥已经疲倦的不成人形，明天还要去上班，现在已经要11点了，在新加坡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在紧张的选举过程当中，忧国忧民的时候，学学韩国语说，我们要唱唱歌，疏解一下。张大哥从前年轻的时候唱歌，都是为了疏解那种儿时的情愁，儿时的少年情愁，哦，追女朋友的愁苦，哦，没有零用钱的愁苦，被妈妈盯着我的功课的愁苦，小时候很多痛苦，啊，两个哥哥年纪都比我大，他们两个比较在一起，哦，所以我孤苦伶仃的愁苦，哦，少年的时候有很多愁苦，啊，今天这一段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没有放耳机，如果真的声音太小，我就不会下载了，哦，就跟大家先说，反正你们听了也不会再听了，哦，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能够把握这一刻就把握。大家如果不嫌弃，我的政论节目，你们愿意听我就愿意讲。当然，如果你要挑剔我，真的是，我女儿都说，爸爸你这样也敢讲。啊，你这样也敢丢人现眼？我女儿还讲华语还不错，她会说丢人现眼。哎呀，我真的丢脸，丢脸，丢脸，丢脸了。不过不要紧了，博君一笑。你们觉得我丢脸就告诉大家说你们比我强。如果你比我强是好事，你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弱者。所以张大哥宁可做成为一个唱得不好、讲得不好、词不达意，有时好像脑袋里面好像有点失智症这样，有时候名字一直记不起来，有时事情前因 后果没有逻辑，哦，你都会发现说，哦，原来张大哥这样也敢出来，哦，做直播。那我也是很奇怪，虽然我是这样的人，哦，还不错啦，在脸书上面，哦，还有几万人看我的直播呢，啊，受宠若惊，啊，所以也是很奇怪啦，尤其像我这样的一个来自，也是宝岛啦，这个宝岛不叫绿岛，不叫绿岛，啊，我们这个宝岛叫狮城，啊，狮城的，啊，新州，当年叫新州，这个宝岛，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运气好。当年马来西亚看不起我们，以为我们一定会死，跟我们脱离。本来我们是马来亚的一帮嘛，结果就被赶出去。想不到，啊，在英明的政府带领之下，我们总算能够到今天有一席之地。想不到在这样英明神勇的这块土地上，竟然有张大哥这一个人活了61岁。今天敢在台湾众网友的面前敢讲台湾的政治，评论台湾，唱歌给大家听，我就是头壳派料。我告诉你啊，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了，因为我们都是陌生人，现在开始认识你们了，好像一些网友的名字我记得，谢谢你们。如果我这些直播被我的同事啦，被我的朋友，但是还好他们都是受英文教育，我也有一些华文教育的朋友，如果看到的话，我看他们会撞墙，会晕倒。他们说，哇，张大哥啊，还叫张大哥，我们叫你张整，哦，不要，我不可以讲真名，我们叫你张某某，你竟然变成张大哥，哇，你竟然还能够在台湾吃的一点点开，还有一些人来欣赏你。我也说 OK 啦，你们欣赏我，我开心哦。如果你们不会啦，
我知道你们台湾人就是这样，很，你们可能有没有人同情我啊？每天晚上看我这样直播，不来捧场一下啊？觉得这个老头子很糟糕啊，已经开始要进入失智症了啊，开始语无伦次，风言风语啊，揣流都说啊，稳稳吃米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我，是你们，觉得张大哥出现，让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身份地位抬高一点。张大哥出现，觉得你们开始 有人可以被打压，原来有人这么凄惨，惨过你。可惜没听到张大哥唱歌，有啦，等一下你吊带就可以看到啦，这个在脸书啦。今天唱的不好，前面几集唱的不好，你去 YouTube 里面找张大哥唱歌时间，张大哥的清唱时间，前面两集都没有唱的这样，像今天这么糟，而且忘了戴耳机呀、啊。哦，也还好没有戴耳机啊，因为我唱的很糟，你们也听得很小声，所以就不会影响太大，哈哈，就是这样。我真的疯了了，这个时候已经要11点，我跟你们讲这些，啊，应该是去睡觉的时候，哦，我的房间的冷气开了，哦，我等一下还要在房间还要做一个灵修才可以睡觉，大概15分钟，哦，我要安静自己，个人灵修的时间，哦，我要祷告，要去忏悔，今天晚上真的要忏悔我，所以哦。我很聪明，什么我很聪明，我就是有一点小聪明，所以我说张大哥清唱时间说说唱唱寡感情，所以重点是寡感情哦，重点不是听我唱歌，所以唱好唱坏不要紧，唱走调唱唱不没有跟着旋律都不要紧，你们知道我今天来今晚跟你们是寡感情的，所以谢谢刚才听了我的评论，1个小时后又听我唱歌，你们今晚肯定会做噩梦，拜拜。